说到初心呢，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谈一谈我在举办未来之星当初那个时候的初心。我们这个大赛呢，已经举办了第20届，也一直坚持是由导师来挑选教授的弟子，并由弟子参加比赛这一特殊的形式。这个形式源于莫洛尔斯组委会的理念，因为我们认为，厨艺是经验，它需要创新。 但更需要的是传承。导师授业解惑，弟子尊师重道，这是保证厨艺稳步前进的基础。那么大家一定在想，做厨师的初心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让人在一顿饭之后饱暖之余，能够感受到美好还有快乐，这也正吻合了甜味的意义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有一位导师。 他曾经非常的痛恨甜味，甚至于不愿意接受任何的糖。我说的是哪位？请你自己举手吧。<笑>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让人很欣慰的是，他现在已经醒悟了。我们欢迎你回来。接下来。 我就来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。首先就是要师徒二人配合烹饪，来共同完成一道甜味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还有一点点限制，我们在江南比赛，总是要用一些江南特有的食材。所以我们准备了糯米，还有桂花。这个糯米呢，原产地是在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东段，现在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南方。 而在1万年以前的中国地区呢，就开始栽种和食用糯米了。这两种都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食材，所以今天两队师徒都要用糯米和桂花做出甜味食物。我们比赛的时间是1个小时，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比赛开始。好，谢谢。不是你，不用太担心。 他应该是在测算出台的长度。这也太不公平了！你们那个老太太要一次比，她就应该把眼睛也蒙上。 这人这也太吃亏了，要是自家灶台，什么东西放在哪儿，他肯定知道嘛。现在这个，哎，老三。
看看，均匀了吗？哎呀，哎，我还以为小江啊只能在那块站着，什么也做不了呢，没想到还能干点。还是不行，看。瞎说！哎，你先走吧。来，你去坐你的车。停，够了够了，可以了。这比赛开始前啊，我还在惊奇这 Victor 不动刀工那会做什么呢？啊，原来他和昆汀夫人俩人珠联璧合，做出了这么漂亮的糯米甜点。这昆汀家族的实力还真是不容小觑，又有想象力。我们去看下一组选手，走。导师江千帆先生做出了这个糯米虫团。是失明对他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严重，还是说他战胜了黑暗呢？答案我们不得而知。加油加油加油。体重跑好了？嗯。我这边快好了。稍等我一下。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要不要我帮忙？我。没事没事，你别动啊，我来弄。还有多少时间？啊？还有多少时间？五分钟。我们还有多少面团？站着，站着，给，来得及的。怎么了？我就在想，如果当时江先生选我做徒弟，我能不能平静地把这场比赛比完？为什么不能？当然能啊。我不能。我只要成绩稍微有一点不好，我的情绪就会特别的大起大落，不是我骂鲍里斯，就是鲍里斯骂我。我俩从来没有相互的彼此成就过。有段时间，我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我都觉得特别吓人。小雨，你现在眼神柔和多了。才怪。可以吗？嗯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好爽啊。
好了，妈妈。你可是江千帆，没问题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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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倒计时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比赛时间到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自动寄存柜，我看到了。好的，39992，打开了。是的，我拿到了，我会让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评委们已经开始打分了，在最后的比赛结果揭晓之前，按照惯例呢，我来采访一下两组选手。昆宁夫人，您出生在英国，那这一次比赛用的是中国的食材，您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呢？还好，我熟悉糯米，或者说我熟悉和甜品有关的所有食材。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维克特讲吗？有。我在做慕斯和奶油的时候放了抹茶。维克特，我希望你会像绿茶一样永远保持清醒，戒骄戒躁。知道了，妈妈。那真的是谆谆教诲啊。维克特，你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昆汀夫人讲的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藕断丝连，我喜欢中国，所以我决定留在上海了。妈妈，以后我们离得远了不要不开心，毕竟我们心血相连。母子师徒感人至深啊。下面呢，我们来采访一下江千帆先生还有林可颂小姐。江先生您好，我们都看到了你们这一组比赛没有完成作品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对于失败，我找不到任何理由。对不起，让大家失望了，尤其是我的搭档林可颂小姐，对不起。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事情本来不是你在做，你有多努力有多难过他们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今天能陪我来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这场比赛我们努力了，所以我们没什么可遗憾，没什么可对不起的。今天比赛的材料是桂花，桂花其实有美好和忠贞的意义。
就像我的导师江千帆对我来说一样，他是我的知己，是我的伯乐，也是我唯一的老师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林可颂小姐，但是更要感谢的是江千帆先生。我要谢谢他们对未来之星厨艺大赛的重视以及热爱。当然，我也要感谢昆廷夫人，还有维克特，以及所有参加比赛的导师和选手们。由于你们的努力，让我们看到了厨艺未来的希望。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但是任何的比赛都一定会有结果。由于江千帆先生和林可颂小姐他们这一组没有完成作品，所以他们只能得到的是亚军，冠军呢则是属于昆廷夫人和威克特先生，恭喜你们。谢谢你，也谢谢组委会。谢谢你，江先生。是你让我知道了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。我可以和你握个手吗？林可颂，我想和你一起分享。啊，这是你应得的奖杯。各位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届所有的故事。就让我们期待下一届再见。带我去后门。可是大家都在等啊。我不想见任何人，带我去。你怎么了？走啊。上车，快走。这边，小心头啊。师傅，您不用过来了。跑哪儿去了？狼来了。走晚了。那个是不是？那个就是他的，就是江千帆。来，快来啊！好，先生，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我是巴里斯·罗格夫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如果我弄成这样子，我也不会想见别人，也会走后门。没他说那么严重。我先走只是不想应酬而已，而且不过得了一个林丹而已。你不是也得过林丹？这没什么的，最多以后被人叫我们是林丹师徒，就这样。我感受到了他在故作轻松，
也信了他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，骄傲如他根本不会归零重启。应该是法国蓝带厨艺学院录取通知书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去了吗？这是我一片心意，你不能拒绝我。你一片心意，那你也不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。我就是没把你的话当耳旁风。你是不是说过你想成为一位最好的厨师？说过没有？好想说吧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离这个目标起码还有10000个小时的差距。我现在什么也教不了你，但你是个好苗子，我有那个责任要把你送到能教你的地方去。再说了，我有说过让你一个人去吗？那谁跟我一起去啊？我啊。我是不是得了林丹？那是不是得从头开始学起？对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要一起去法国上学了。不，你先帮我一件事。我要去法国这件事情，你先别告诉任何人，最多你自己知道，你父母知道就行了。我怕太多人知道，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去给我妈打电话。来，传一下行单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嗯，你干嘛要放这个呀？真搞不懂你。这个能提鲜啊。再放浅一点啊。来，上饺子喽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外面收拾好了，餐馆都收拾好了。饺子来了，又来又来又来！怎么样？哎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们家菜不错，这饺子也不错啊！真是，真是，真是，真是！你还没想吃点什么呀？今天我们饺子免费。可颂要去巴黎，要去一年半，你说这小江他怎么办啊？找人帮忙啊！你说可颂就是不走也得找人帮忙啊！可颂不是说他不愿意见人吗？他要是愿意上我这儿来，我管。哎，小雨啊，这馅儿没了，赶紧的跟上。来了，林叔。哎，布鲁啊，我说你们这些外国厨师不行了吧？馅儿跟不上趟。我这皮儿也跟不上趟了，我得取皮儿去了。
哎，我跟不上，所以我叫了帮手来了。哟，还有帮手呢？来来来，林叔叔好，我又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冠军同志吗？怎么着，找咱们家小雨 PK 来了？哎，这次不 PK， 下回再 PK。我这次是来帮忙的，布鲁跟我说他这儿缺人手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那就太感谢你了啊！这位是，叔叔你好，我是这位是，你们俩别秀恩爱了，走去煮饺子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光煮饺子是不是有点太单调了？你不是说你会很多花样吗？那咱们就比试比试，谁的花样多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不 PK 就难受，好，满足你，走走走走走 ，PK 一局啊，走吧，你也一块儿啊。恢复的怎么样？不会留下大面积创伤的。谢天谢地。不过大夫说这个胳膊可能逃不过。对不起。你别说对不起，你这样说我还有点难受。其实都是我自己做的，不过我觉得胳膊上留块疤还挺酷的，这样我就是一个有阅历的女人了。亏你还笑得出来。小林，啊，小雨呢？雨姐在那边呢。鲍里斯，开心一点，你干嘛这么难过啊？你永远都是我的导师。你这么说，我还挺惭愧的。
你是个好苗子，本来就是能走更远，但是在我的手里毁了。等我学会跟这个世界相处，你再认我当导师也不迟。我觉得你已经学会了呀，刚刚大赛的时候你给江千帆加油把我吓一跳，让我还有点感动。你也一样，我看你被林可松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。你这是要走啦？是。去哪儿？暂时保密。好吧，那你到了以后告诉我一声，让我知道你还好。行。我也祝你和你的大眼睛小海宝幸福，他对你真好。你真的是到最后还给人家起外号，行吧，抱一下。对不起。嗯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大螃蟹，我也想吃大螃蟹呀。好，今天就吃大螃蟹啊。这家店的东西啊，真的很一般。何止是一般啊，就是难吃。可是这儿的环境不错，地段好，我想把它买下来给维克特，顺便来考察一下。你说你呀，马上就要回英国了，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肯赏光跟我吃个饭，非找这么一个地方，还不如我找个环境好的又好吃的，让我好好招待招待你，多好啊。我又不是不回来，有的是机会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考虑到英国发展？你的手艺拿到英国，那吸引的人肯定超乎你的想象，是你现在店里乘以1000，可能还要多。我去英国，算了吧。怎么没兴趣？没有兴趣，我就会说一句英语啊，拜拜啊，还会说一句 thanks。 就算会说再多的话，我也不愿意去，都大半辈子了，我的家在这儿啊。我说大妹子，中国不好吗？你儿子都愿意留在这儿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中国现在要市场有市场，要机会有机会，而且还有我这老朋友在呀。可惜我出生在伦敦，一直生活在那儿，哪能说离开就离开呀？你说的对呀。来，喝酒吧。好，干杯。干。今天遇见了就6桌，连3声都不到。今天比赛完啊，大家都看到江先生什么也做不了，估计约的人更少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今天哪怕玉轩只剩下一个客人，你们也要给我打起100%的精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赶快干活去。哎，什么？你不是辞职了吗？还来干什么呀？后悔了，不行啊。那个换衣服。站住！后悔了？我告诉你不行。玉轩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不是，这辞职信吧，还没等批准呢，我就给拦下来了。昆宁小姐也答应我留下来，我跟她道过歉了。别耽误我换衣服啊！你还好意思提昆宁小姐？在玉轩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竟然提出辞职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我告诉你，想回来是吧？江先生现在可不在了，后厨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你觉得你能待得下来吗？你不想着自保了？说实话，想，
但我更想像江先生一样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。他如果想自保，今天也就不会上台了。但是他上去了，虽然比赛输了，但是我却更尊敬他了。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索性把我心里话都说给大家听。我一直想，也想清楚了一个问题：一个人再努力，再有能力，能力还能大到哪儿去？离开了玉轩，到了下一站，真不知道还能够遇到什么新的问题。只有把自己融入到这个有爱的集体里，和大家一起成长，才能够真正获得安全感。当然了，前提是这个集体也非常有凝聚力和战斗力。行，我希望呢，你不光是嘴上说说，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的。我们可都会一直盯着你。我换衣服。哎，喂，娜娜小姐你好。哎，我是楚婷买手办的小宋。是这样的，你之前订的那个裙子已经到店了，你什么时候方便来店里取一下？哦，好的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店里新到了几款绿松石首饰，我觉得配您这个裙子特别好，您到时候来的时候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算我没问，想跟我说我也不会听了。其实我是在想老林了，我在想他在台上看江青帆的那个眼神，我觉得如果那都不算爱的话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爱。反正他是从来没用过这种眼神看我，我觉得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又失落了？没有。其实有一点。不过也没什么，要是老板你请我吃两顿火锅就好了。那好说，现在就去吧。啊，不不不，我还得工作，下班吧。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啊？请你去吃玉轩。那我们不如现在……等下班吧。你好，玉轩上海。谢谢您支持，非常感谢。好，再见，马先生。你好，玉轩上海。你好，玉轩上海。这些细节都给我处理好，在客人到店之前，全部给我弄干净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好，各位，好消息，这才刚到预约时间，我已经接了三通电话了，我们已经有三个预约单了。江先生味觉失灵之前，也就是这个水平。还有更振奋人心的，你们猜猜，第一个打电话的是谁？谁啊？是那个毒舌美食评论家马可，他说要一个大包间。是他呀，看了我们比赛，他要支持我们的江先生。哦，哎，这好啊！电话又来了，这可是好事。大家听好了，今天这个难得的翻盘机会，是江先生创造的。嗯，不用我说。大家也知道他有多难得，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拿出最好的状态、最好的菜品和最好的服务，来回报这些来店里的客人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得起他们对玉轩的支持和对江先生的支持。没问题，抓紧干活。好。这个好像是一个独栋的小别墅。哇，还有蔷薇花。哎。这个左边好像是车库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呢，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驾照，但只是因为我一直没开，所以不知道怎么开。那你得抓紧时间，赶紧练练，以后说不定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到处跑呢。哎，他这个沙发是小碎花的，你不喜欢这种东西吗？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到那儿去换了就行了。
这是几个卧室，我都看不明白。卧室越多越好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带你父母一起去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那这个还有一个草坪。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啊？你之前不是说要一个菜园吗？所以等到我们到了法国去，你可以去买一些种子，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种。好。多少钱呢？对了，离那边开学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你得抓紧时间把护照给办了。你父母不是要回乌镇吗？你跟他们一起回去，把所有事情弄一弄再回来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放心，会有人照顾我的。吃饭了啊。倪大姐，小面包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。Stranger, I want to know 怎么没搞？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. Don't bury your secrets hard. Show them who you are. We sing a song for love. Listen to.